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先假设看看，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放松的空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都是无际无边的。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念头与挂碍全部都放下来。我们的心通常会往外去执着外在的人事物，执着到一段时间，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疲倦、劳累，有些时候感觉很欢喜，有些时候感到悲伤难过，就这样起起伏伏。我们现在就让心休息一下，方法就是我们要先把那些念头放下来，让心起起伏伏的念头，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拿到一段时间，我们的手就会感到酸酸麻麻。我们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把那些重重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现在哪一位还有很多杂念出现的话，
หลวงพ่อทั้งจริงเจนอีกวยกับฟังฝาว่ามันคือเจอสักคันคัน现在自己将要准备离开人世间，在这个时刻，是我们要完全放下，现在去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还在世的人，他们也可以继续生活。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然后我们就开始以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我们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坐姿，一定要达到标准。或者一定要把庄园都没有。现在我们先以轻松、失败为主，轻松、失败为主，失败这是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以轻松失败为主，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我们的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
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我们能够这样静静的坐，舒舒服服的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我们再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气的终点也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全部。都排出来，感觉轻松，是吧？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先安放在舒服点那里。我们感觉哪里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在身体外面也好，在身体里面也好，或者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好。都可以哈。现在，我们先让我们的心在舒服点那里休息。舒服，最起码的就是我们感觉把心放在这里，虽然还没有达到100%的舒服，但是我们觉得把心放在这里。都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也就像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轻轻地碰触水面上，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我们的心在这里休息，失败失败的休息。如果我们能够让心，完全宁静定下来的话，心会自然而然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让心在舒服点这里休息一下，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ชั่วนามเจียจะจะชิงตาเจียก็จะเรียนสีอิชา
请说，说佛。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轻轻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正在乐，我们也能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的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毗卢遮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萨毗布达。大家好，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哦，是星期一的时候，龙皮有跟大家讲说，龙皮星期一大家有看到龙皮了哈、哦，龙皮星期六跟星期天有修大功德，也就是说，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有举办会议，然后第二天就是星期天，我们
有举办这个斋僧大会啊，龙屁先讲一下有关这一次的会议的起源是怎么开始的？其实，在泰国那里有一个组织叫做大长老会，大长老会是管在泰国所有的比丘、所有的寺院，然后呢，他们是希望在泰国在海外的所有的寺院都一起合作，所以呢，他们就我们就会看哪个区域比较靠近哪个区域，我们就组成一个联盟，像龙屁台湾这边是跟中国大陆，跟韩国、跟蒙古，这些国家一起的。去年开始，然后第一届的会议就是在韩国那里举办的。那如果哪个联盟举办，其他的联盟他们也会派人来参加。像龙屁这边是刚才讲过的这些国家嘛，那住在美国的、在澳洲的、在欧洲的，他们也会派人代表来参加这次的会议。那第二届呢，就是龙屁第一届会要结束的时候啊，就会有联盟的秘书来跟龙屁说啊，明年请台北发生事当主办单位好吗？龙屁就默然不语啊，默然不语，就没有什么回应。然后他就第二次来了，明年台北发生事举办第二届的会议好吗？龙屁还是一样没有说什么话，就微笑而已。直到开会的最后一天呢，就会议结束了，要准备回国了。那这位比丘他又来了，是秘书啊，还是说明年台北发生事当主办单位好了？马屁就看他好像很坚持的，就是希望台北发生事当主办单位。马屁就看，通常如果人家邀请，就第三次应该要答应了，比如跟他们说好，那迟早也要当主办单位，那这个也是修功德的机会，龙屁就答应他了。然后龙屁就把这个消息拿来跟我们这边的僧员，还有我们这边的居士讲。那个时候时间也快要一年了，大家。就事先跟他们讲哦，我们明年就是今年可以修大功德，然后我们从去年的差不多12月份，我们就开始筹备，我们开始会开会，线上开会，要准备哪些东西，半年的时间准备这场会议跟这场再生大会，大家哦，真的不容易，不简单。如果问我们说累不累啊？累，但是法喜大家。龙屁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要看哪一个我们修的，我们准备我们办的法会或者活动成不成功，最少我们看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来参加的人法不法喜，第二个就是自己法不法喜，这一次的活动，来参加会议，来参加斋僧大会的法师们法喜，龙屁呢？哦，法喜充满，所以对龙屁来说，应该办得不错吧？
我们先看一些照片哦。这是富生王，大家在泰国那里呢，有生王，还有富生王。就是富生王他很慈悲啊，就是本来我们开会的日子啊，就是5月11号，所以大部分的比丘是5月10号就来，大家。不过因为他是大长老，所以他需要先跟泰国那里的长老开会。就是5月10号，他还没办法来，那他就问说：“如果5月11号一大早有没有班机呀？”结果他5月11号的凌晨2点啊，才从泰国那里飞到台湾，飞到台湾也差不多6点多啊，大家几乎没什么休息，没什么睡觉。但是遇到他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表现出疲倦的感觉，他就微笑的来跟龙屁打招呼，然后就直接把他送到台北法生寺，所以几乎都没有什么休息。大家，他的名字叫做พระพรหมเสนาบดี。这次的会议呀，比丘差不多50位哦，还有在泰国那里佛教单位的学者，还有一些代表，他们也来参加。这是龙屁下午的时候呢，也跟他们分享，因为下午就是有一场研讨会。就是大家来分享在海外弘法的经验，就弘法当地人的经验所以龙屁就跟那些长老跟他们分享有关开课开什么课，就有泰文课，有巴利课程，有静坐班，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线上每天。分享佛法的这个节目也是跟他们分享的。然后，晚上，差不多傍晚5、6点的时候呢，也诵经。我这个照片，这张照片，P 真的很法喜大家。这是我们台北分院台北法生寺第一次，出家人这么多啊，大家看这个。这张照片真的很法喜，更法喜的就是这张，大家哦一起静坐，大家看到这么多法师，你们法不法喜呢？哦，如果在其他地方聚会在一起，龙屁可能法喜，但是聚会在台北法生寺这边，龙屁更法喜呀！哦，真的，然后我们就合照。然后呢，星期天的时候就有机会，举办这个斋僧大会，这个龙屁也非常法喜。当供养贡品的时候呢，然后龙屁心里面真的法喜充满，大家就想说，哦，这场法会办得虽然很累，但是真的很法喜，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再一次有这个机会。然后就解说解沙，然后合影，因为我们这次的法师还有居士们呢来参加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需要用2间的禅堂，这就是大禅堂，还有这个住持堂都满满的，大家法喜法喜，这龙屁就修这个当翻译的功德啊。这几天就是应该是，不久，应该星期六、星期天左右，来 cameraman 录影的，还有拍照的，他们应该会剪接好 video，
然后我们会拿来给大家看，我们一起发喜哦。那今晚我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